안녕하세요, 여러분. Welcome to ES. 今天我们要去吃很好吃的韩国餐，在哪里呢 ？BDC。Wait, good. I'm doing it right. 我们要去 Dao Restaurant. Let's go. 啊，我们就是要去吃韩国餐。今天 ，Let's go. Go.Dao Branch Cafe and Bar， 吃韩国餐。啊，来接进来了。第一次来这里吃韩国餐。我们再选择，再看 menu。人参鸡炖起来，然后泡在饭里面。还有韩国人最喜欢的是什么呢？炸鸡。炸鸡在哪里？양내용鸡蛋。你决定。哇，太多选择了。全部都看起来都非常好吃的。Yeah, 这个是韩国很著名的 kimchi pancake。有点酸酸的，但是很好吃。按赞还有分享出去，我们下期再见 ，Goodbye。老板回家了，哎呦，下雨。